请问，随喜他人印经，是不是与印经者享有同样的福德？还只是在行财布施，是自己印经的福德大，还是随喜别人印经的福德大？福德大小不在这里论，在你发的心真不真，你的愿广不广？如果你的心真，你的愿广，超过那个印经的人，你是人家是印个10000本，你虽然随喜印个1本2本，你的福德超过那个人，这个是论心力跟愿力的，不在这个心识，所以你在想的，贫穷人可以修大福，大富大贵的人往往修不到大福报。因为他的钱太多了，这么一点点他没有放在眼里，就他的恭敬心呢不足，比不上你，你们看《了凡四训》里面有个小故事，有个贫女，在寺院里面供养2文钱，那个福德超过以后他做了王妃，这个1000两黄金的供养超过，这个道理要懂，所以你的真诚心，你的愿力大，小布施得大福报。